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茶主题项目的空白，生动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杰出成就，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茶叶的起源、种植、贸易以及茶文化领域传播主导地位。这个项目啊，也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案例。我们将继续啊，向世界讲好茶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，加强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贡献中国力量。